虎扑11月17日讯多特蒙德本赛季最大的惊喜之一便是，过去几个赛季发展不顺的青训后卫帕斯拉克本赛季有了7次出场，着实让人意外。帕斯拉克说道，我在夏天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，但我并不感到意外，我尽了最大努力在准备期保持最佳状态，希望得到机会，我非常渴望证明自己。双引号，过去几个赛季，帕斯拉克被租借在霍芬海姆和诺维奇，但是两个赛季加在一起才踢了10场比赛。帕斯拉克表示，这对我来说不是一段轻松的时光，让我感觉愈发谦卑。我非常努力提升自己的身体，我现在得到了回报。双引号，对于自己即将到期的合同，帕斯拉克表示，我还没有想过，我不会给自己压力，这目前并不重要。双引号，